아 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商业谈判电视教学节目的播出。我们今天要呃讲的讲师是第四讲，主题是谈判之资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观点。那这个讲师在同学课本的范围呢是二至三资讯经济学观点以及二至四政治学的观点。好，底下我们就来进入我们这个。 呃，讲次的学习目标有两点啊、呃。第一点，我们来学习资讯经济学怎么样应用在，呃，谈判。第二个呃目标呢是谈判的政治学的观点。好，呃，接着我们就来跟同学说明一下资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重要性。哎、呃，各位同学都知道，整个谈判过程当中，资讯的收集、掌握、研判啊、哦，是获胜的重要关键。 我想各位同学都一定听过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个道理。所谓知己知彼，包括知道自己的部分，还有知道我们的谈判对手的部分啊。所以在谈判过程当中，我们不仅要呃能够学会收集呃情报资讯，同时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把收集回来的资讯呢做一个评估，然后把这个资讯转换成为谈判的力量。 啊，那这个是资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重要性。好，那我们如果从呃资讯经济学的观点来呃看探讨这个谈判学呢，我们有先提出所谓四大观点。啊、呃，第一点，资讯经济学呢，我们假设呃市场是不完全的讯息，所谓 imperfect information。那这个不完全的讯息是指市场的这个整个资讯呢，并不是完全的公开透明，呃。 所以，整个市场交易当中呢，充斥着各种私有的讯息。那这个私有讯息就包括呃，例如是例如是厂商的成本结构啦，厂商的营业秘密啦，啊，还有我们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黑科技”啊。所谓黑科技，就是很难被外界理解哈、啊，或者非常啊、呃、非常先进，然后非常难以理解的这种科技的应用，或者是消费者的偏好啊、预算、底价等等。 啊，这些都是呃私有的讯息。那这个私有的讯息呢，谈判者当然会尽量的呃呃尽量的保持，不要让对手啊、呃、收集到这些资讯。那第二个呢，叫做不对称的讯息，所谓 asymmetric information。那这个地方同学要注意一下，不对称讯息跟不完全讯息它的意思呢不完全呃相等。所谓不对称讯息是指交易的双方各自拥有一些资讯的集合。 并不一样，那这个资讯的集合不一样呢？有可能某一方掌握比较多的资讯，或者是正确的资讯；那另一方呢，掌握比较少的资讯，或者是错误的资讯。例如啊、呃，我们在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买卖呃二手车的过程当中，通常原來原来的屋主或者原来的车主，他知道这个房屋的状况啊，房屋是不是有漏水啊？他的左右邻居。 是不是有一些呃不正常的一些状况啊，或者附近有没有一些闲热的的一些设施？那通常这些呃原有房屋的这些状况呢，是原有的屋主知道，那买方呢通常不知道。那二手车的交易更是如此啊！这部车是不是曾经泡水？是不是曾经有发生重大事故？它的里程数是不是正确？有没有啊什么重大待修的一些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呃原来的车主跟 想要买这部二手车的呃呃呃潜在的买方，两者之间会存在所谓不对称的讯息哈，就双方的讯息集合呢并不完全相等。啊在第三点呢是资讯对于决策品质来讲很很有价值，掌握越多的正确的资讯呢越有助于提升决策的品质。例如呢啊我们知道政府呢在施政的时候应该要广泛的收集啊、呃、这个老百姓的喜好。 所以，民之所欲跟民之所恶，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好，那第四点呢，是这个资讯的收集呢，我们知道是有代价的啊，就是资讯呢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啊、呃，特别是那种有价值的啊，很很啊、呃，甚至是要把这个资讯呢，呃，经过分析变成一个知识啊，例如。 啊，消费者他不会无限制的去搜寻交易对象。我们过去所谓货比三家不吃亏，但是消费者我想不可能货比三十家、三百家、三千家，不太可能啊。所以消费者他不会无限制的搜寻交易的对象，啊，那当消费的成本超过他所预期获得的利益，他这个时候呢，消费者他搜寻呃资讯的这个行为就会停止下来。啊。这是以上资讯经济学啊、呃、四个假设。 好，我们现在来举一个这个例子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呃诺贝尔经济学者啊、呃，叫做阿克洛夫，他提出了一一篇文章哈，他的文章的标题就就叫做啊、呃、The Market for Lemons 哈，所谓二手车的交易市场啊。那各位同学注意这个地方注意一下，我们这边所谓的啊、呃、Market for Lemons，Lemons 并不是我们呃平常呃大家使用的一些柠檬哈。呃 这个地方，lemons 在呃英文它的它的意思呢，在这个地方是指这个二手车，而且特别是指那种有问题的二手车，啊，那这个呃 a k e r o f 他他的他的呃整个文章的架构大概是这样，他说整个市场上呢，有所谓高品质的二手车跟低品质的二手车，那它的这个啊、呃、成本跟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地方假设。 呃，二手车的交易呢，呃，它的成本就等于它的价格，所以呢，高品质的二手车啊，它的成本也就等于它的价格是 P one，那低品质的这个二手车呢，它的成本是 P two 啊。那我们都知道，高品质的二手车它的价格当然比较高哈，所以这个地方 P one 是大于 P two。那我们知道，因为整个资讯是不对称的，只有原来的车主知道这部车是高品质的还是低品质的。 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呢，没有办法分辨出到底是柠檬啊，是 l e m o s 啊，就是有问题的二手车，或者是桃子，那桃子就是所谓的好的二手车。好，那这个这这个状况、這個、之下呢，因为消费者没有办法去判断这部车的品质，哈，所以消费者愿意付的价格是好车跟坏车的平均值，哈，是等于我们这边假设是 P 零。 那 P 零呢，就是 P one 加 P two 除以二啊，也就也就是 P one 跟 P two 的平均值啊。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市场机制啊，比如说没有一个认证机构啊，就是大家就是好像摸黑交易一样。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市场机制，那二手车的市场呢就会充斥着烂车。为什么呢？因为高品质的二手车呢，它的价格是它想要卖 P one，可是消费者只愿意付 P 零。 那 P 零呢是小于 P one 啊，所以高品质的二手车的车主，他自然不愿意把他的车子拿到市场上来卖。那反过反过来，这个低品质的二手车，它的价格是 P two，那 P two 呢是小 P two 是大于 P 零的啊，所以呃拥有这个 lemons 就是有问题的二手车的车主呢，他愿意把车子拿到市场上来交易。结果呢，最后整个二手车的市场呢，全部都是烂车，都是有问题的。 柠檬车啊，这时候买方就更不愿意进场交易，那好的二手车也不愿意进场，最后呢，整个市场都是烂车，而且没有人要买的烂车，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阿克夫他就提出了呃底下的呃几个方式啊，呃，在一九六零年代呢，阿克夫他非常有先非常有先知先见之明哈、啊，他就他就他就建议了几个方式，第一个哈、啊，他认为必须必须要必须要 缩短买卖双方不对称讯息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所谓的第三方认证啊，在这个部分，在美国的二手车交易已经非常的健全啊，在呃台湾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原厂的认证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呃所谓的呃二手车的呃呃车商的联盟啊，他们都委托一些第三方啊，例如德国莱茵的认证，那在美国行事多年的哈、啊，比如说像这个 Carfax。 比如说 auto check 啊，这一些二手车啊，或者是中古车的这个认证哈，而且是找第三方，就是买卖以外的第三方。那第二个方式呢是，呃，透过定型化契约的方式来保障这个弱势的一方。什么叫定型化的契约呢？哈，就是由政府或者由工会拟定一个契约啊，那由呃买方跟卖方，那不管卖方是车商。 还是个人哈，那都能够用这个定型化的契约来保障弱势的一方。例如啊，定型化契契约里面就会规范，如果这个车子呢将来被发现是呃泡水车啊，有重大事故或者有一些呃重大的一些瑕疵，然后在买卖双方呃在洽谈的时候呢，卖方没有告知买方的时候呢，那么卖方。 未来要承担相当多的责任啊，例如啊，要要啊，退还这个价差啊，甚至是呃要解除这个契约。那第三个呃健全二手车市场的方式，就是政府要透过公权力适当的介入啊，例如在美国，它有一些相关的法规啊来规范啊这个所谓呃中古车的这个这个交易。那我们台湾呃政府，我们这这几年呃在这个交通部。 在经济部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跟介入哈，希望能够让二手车的交易市场它的资讯能够公开透明。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资讯经济学应用在谈判哈，特别是应用在所谓的二手车的交易或者是中古呃房屋的呃这个交易啊的一个呃保障双方权利的一个方式。 好，那资金从资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整个谈判呢，我们又可以得到底下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呢是，谈判双方的资讯通常是不对称的啊、哦，这个我们都知道。因此呢，呃，掌握比较多呃正确资讯的一方，或者是他对资讯能力分析比较强的这一方，通常他的谈判力量是比较高的。 好，这个是我想我们刚从几个例子，大家也都知道，例如中古屋或者中古呃呃呃二手车的交易，车商哦，它拥有比较多的资讯，而且车商对汽车的这个品质的判断能力，当然是高于一般的消费者，所以中古车商它当然会有比较高的谈判力量啊。那第二点呢，资讯的收集呢是有成本的啊，所以谈判双方呢，它不会无限制的。 去收集这个成本，它会收集到当资讯收集的这个边际成本，我们叫 marginal cost 大于你所得到的边际利益 marginal benefit，这个时候呢，这个资讯的停搜寻呢就会停止啊。那为了降低自行收集资讯的成本呢，所以买买卖双方都有可能啊谈判或买卖双方都有可能会委托。 专业的第三者来收集资讯，因为所以现在坊间就出现了很多专门替呃谈判双方收集资讯的呃这些专门的行业啊或者公司啊或者是工会。那各位同学都知道，现在网络的的这个呃普及跟它的资讯收集能力呢，比过去强大许多啊。所以现在各位同学如果呃当我们要买卖。 一个一个物品，或者是啊、呃，特别是中古物品的时候呢，我想很多同学、很多消费者都知道啊，我们要去 Google 一下啊，这個、Google 已经变成一个收集资讯的一个代名词啊。那当然，这个各位同学也要有一个观念，很容易在网络上收集到的资讯呢，有时候不见得是有有有价值的资讯，因为你容易收集得到，也代表别人一样容易收集收集得到。 所以，呃，资讯收集的能力啊、呃，在以现在网络的时代呢，呃，也许大家都有很多的工具啊、呃，很多的方法，而且它资讯收集的，呃，成本呢非常的低。但是呢，关键在于，当我们把资讯收集回来之后呢，怎么样做研读，怎么样研判，啊，怎么样去呃了解这个资讯的真假啊，或者是能够把各种资讯收集之后呢，能够归纳啊，能够整理分析。 比较啊，我想这个才是呃真正收集资讯的呃能力跟研判资讯的啊、呃、一个能力。那在买卖呃二手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原来的屋主或者是中介这一方呢，他通常都会有比较多的资讯的优势啊。所以如果你是买方的话，啊、呃，你在呃进入去购买一个中呃一个二手屋或者是新屋也是一样啊，你必须要做很多的功课。 啊、哦，除了上网找很多资讯之外，还有很多论坛哈，你可以去呃听听其他的意见。当然，这个收集回来的资讯呢，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那有的甚至现在呃，我想年轻的同学都知道，现在很多所谓的什么叶配文哈、哦，它是一个是一个好像好像是好像是一个帮啊、呃、特定厂商啊、哦、来做业务推广的啊、呃、一种呃网络的文章哈、哦。那这个各位同学。 在特别在呃这些房屋的买卖的时候呢，你要特别的去研判这些资讯的真假。那我们可以透过多方的比对，或者呃你自己亲自到现场啊，多做功课啊，我想这个可以缩短啊、呃、我们跟买方之间的资讯不对称的这个现象。那资讯不对称通常呃对买方是比较吃亏的啊，所以这也是。 这个在谈判买卖过程当中要特别去关注的一点。好，这个是资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呃，谈判的行为。好，接着呢，呃，我们来进入到呃这个讲次的后面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讨论，呃，谈判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前面的讲次呢，分别从，呃，从这个资源基础的。 观点啊，还有我们从社会呃交换理论的观点哈，还有我们今天谈的从资讯经济学的观点来讨论谈判。那我们最后一个理论的观点呢，是从政治学的观点。好，呃，我想政治学呃，各位同学可能可能呃，我们商学院的同学对政治学可能不是很了解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给政治学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所谓政治呢，它是权力的起源。 啊，就权利怎么得到的，权利怎么来的？第二个，权利的合法性，这个权利跟法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权利的行使过程，还有这个权利它对于利益分配的这个影响。好，简单的说，权利跟呃它对利益分配的影响是政治学分析的主体。所以呢，呃，我们如果再更简化一点呢，这个地方有两个关键字，一个叫做权利。 一个叫做利益分配啊，我想各位同学观察，呃，不管是呃国内或者是呃国外其他国家的这个政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大概都是一些权力的更替啊，就谁取得政权或谁失去了政权，或者是政党的轮替哈、啊，这是权力取得跟行使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取得权利之之后，它的利益怎么样去分配？ 啊，好怎么样？这个在政治团体之间怎么样去分配利益？那政治人物跟人民，人民怎么样去做利益分配？所以，呃，整个政治学的呃分析的主体呢，就围绕在权力跟利益分配这两个呃主要的一个主体。好，那我们看完呃政治学的简单的定义之后呢，那呃接着我们如果从谈判的面向来看呢？ 啊，谈、呃、判者要以政治学的观点来了解谈判对手的权力结构，来找到对方的弱点。哦，我们刚在，呃，政治学的定义里头，我们特别呃关注到权利跟利益的分配。所以首先呢，啊、呃，我们要从这个政治学的观点，先来了解谈判对手，呃，他的一个呃内部的权力结构。啊、哦，例如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谈判的对手呢，不是一个个人。 而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团体，哎，可能是一家公司或者一个组织。那如果是国与国的谈判呢？你可能面对的是整个政权，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谈判对手他们内部的权力结构。好，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来来呃来开始探讨好了。假设你想要去买一部呃买买买一个中古屋，那这个中古屋呢，它它原来的对手呢，原来你的谈判的对手呢，就是原来的屋主呢。 哦，他可能是一个家庭，那这家庭呢，就有先生有太太啊，那你要去关注或者你要去观察这个呃原来屋主啊，也许虽然这个所有权人是先生的名字，但是呢，或许太太的呃权利是比较大的哈，或者太太扮演关键的一个角色啊，或者反过来，哎、欸，也许这个房屋看起来是太太挂名，但是实际上是先生在做主。 啊，所以你要了解啊，对方啊，这时候你面对就不是一个人了啊，面对是一个家庭啊，那对方他内部的权利结构。所以第一点呢，谈判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我方啊，我们自己跟对方内部的权利结构。那这个权利呢是集中的啊，或者是分散的？那这个对方的权利结构当中，谁是主要的呃权利的拥有者？ 就谈判的角度，我们常听听到一句话说，到底谁是 key man，啊，谁是主要的那一个人？那当然现在不不可能是 key person，啊，因为可能是 man，可能是 woman，哈，可能是女性，可能是男性，所以我们要知道对方的 key person 是谁。再来，权力呢，它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哈，对方呢掌握权力的是绝对有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权利。哈，还是他们是一个相对权力的大小？哈。 啊，比如说它有主要的权利拥有者，但是它其他有很多影响这个主要权利拥有者的这个决策，还有它权力监督机制的一个形式啊。比如说这个公司它是一个比较分权的啊，或者是比较集权的。我们知道，像呃亚洲的公司啊，比如说日本或者是韩国，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通常他们的权利呢是比较集中的。那 美国的企业呢，通常是比较权力内部权力是比较分散的啊，所以我们去了解它权力整个监督，呃机制的形成啊，那从权力分配，从权力的呃分散的角度呢，来切入啊，整个谈判的这个策略。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呢，呃，我们要探讨我方啊跟对方的呃政治行为，那这个地方的政治行为呢，其实包含的面向非常广。 那如果跟我们呃商学管理比较有关系的是，比如说它组织的气候，它这个呃这个公司，我们谈判对手啊，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内内部公司的或或者我们内部组织的组织的气候，那组织气候我们就用天气的角度来看，到底我们目前呃公司内部呢是晴天啊，就是相安无事。 啊，或者是雨天哈、哦，有一些状况，或者是暴风雨哦。我我们的内部呢，权力正正在进行一项这个重组啊，甚甚至呃，组织内部的呃权力呢正在做更换啊。所以我们要去了解我方啊，我方的呃呃整个政治的行为，例如组织呃组织的七号，对方啊我谈判的对手他的组织的七号。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派系的行为哈、啊，我想呃。 大概只要只要是一个组织哈、啊，不管它的组织规模是很小哈，或者是很大的一个组织，例如国家啊，甚至例如这个呃一些国际组织啊，例如联合国哈、啊，这是非常庞大的组织，内部呢大概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派系的存在。那派系的存在呢，是组织必然衍生的一个结果啊。我想不可能有一个组织呢敢。 呃，完全保证说它内部绝对没有派系啊，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必须要承认派系的存在。那派系跟派系之间的存在呢，其实主要也是为了取得权利啊。为什么要有派系呢？因为派系的组成呢，会让这个派系的成员呢，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行动，或者透过派系的团结合作，然后取得派系的。 呃，利益跟权力的最大，然后呢，派系成员再来分配这些权利跟这一些利益。所以，组织里面的这个派系行为啊，我想是我们在呃，特别是面对一个组织谈判者的时候呢，啊，要去分析、要去了解的哈、啊，他们内部的呃派系，包括这个派系的领袖，还有派系它的呃谈判的惯性啊，呃，或者是甚至我们要去理解这个对方组织派系之间。 有没有一些矛盾啊？那如果有矛盾的话，那刚好是我们可以切入的呃一个要点啊。例如各位同学可以观察国内的很多政党啊，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他们的内部呢，呃大概都有派系的存在哦。这个从呃有有政党的开始，内部就有派系，所以曾经有有有些政党。 甚至对外矢口否认说他们内部有派系的存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呃呃不诚实的政党。只要是组织，必定有派系啊。那当然有些有些良性的派系发展呢，它是透过这个派系的竞争哈，那彼此呃比如说大家呃努力的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啊，比如说他们都是公职人员，把他的政绩做好，那这是良性的这个派系的竞争。 那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有一些是比较属于这个斗争恶斗的一些情况，所以派系的行为呢，是我方要能够呃去去探讨去了解的。那这个了解包含组织气候，包含派系行为，我们可以来守住我方的弱点啊。例如我方有一些组织气候不好的时候呢，或者是我方派系这个斗得太凶啊，那这是我方的弱点。 好，那我们必须要去设法降低我方的弱点在谈判桌上面的负面的影响。那了解对方的组织气号，了解对方的啊、呃、派系的行为啊或者派系的矛盾，那这个通常可以透过呃这个这个组织气号跟派系行为的理解呢，来找到攻击对方的一个缺口。啊、哦，这是第二点，从谈判的观点来看谈判行为。 啊，我们得到的一些呃可行的一些策略。第三点呢，谈判的权利、谈判筹码的政治属性。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谈判的前期、中期、后期的过程当中，谈判权利跟筹码的取得啊，怎么样取得这些谈判的权利、谈判的筹码？啊，那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讲次会呃陆续跟各位同学来介绍啊。然后再来怎么样把怎么把谈判权利呢能够扩大？ 把谈判的筹码也能够扩大啊，最后呢，当然就要行驶在谈判的场合上面，啊、喔，然后能够呃把它变成终结谈判，然后取得对我方最大的谈判利益。哇，这整个啊、喔，各位同学可以去理解，这整个都是呃属于政治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呃，政治学在谈判策略啊、喔，或者是谈判前面的谈判权利。 谈判呃，筹码的取得、扩大、行使和、哦、终结哈、哦，这整个我们可以完全从政治学的呃这个观点来切入啊、哦，然后从这个呃整个整个权力的分配、权力的取得，一直到呃取得权力之后利益的分配啊、哦，那这个都都是属于呃我们所谓广义的谈判。 呃，理论的一个应用。好，那同学可以在另外呃，我们从几个呃范例来看啊、哦，例如呃，我们在课本里面有很多的呃，不管是前面张手的个案、张默的个案，或者是方块文章，我们有用了很多这个两岸谈判的例子来帮助同学了解商业谈判啊、哦。虽然两岸目前的呃的对话呢，呃。 有一些政治的一些一些一些对话，也有一些是是呃经贸利益的对话。那经贸利益的对话呢，就比较属于我们商业谈判的呃范畴。那我们从两岸谈判的角度来看呢，呃，台湾跟中国大陆啊，因为过去长时间的呃分隔跟分治，所以在大概一九九零零零年代的两岸的谈判呢的,的接触呢，比较处于双方。 双方呢互相试探，互相收集资料，所以在一九九零年代呢，那时候两岸谈判大概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资讯的取得，哈、哦，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次的前半段资讯经济学的这个观点。好，到了这个一九九零之后呢，两岸的往来越来越频繁啊，不管是人民的交流啊，或者政府的接触。 越来越多哈，那彼此呢对对对方的资讯呢收集大概也差不多了啊。那后来又因为这个呃呃很多的经贸的往来啊，人民的往来哈，所以两岸互相认识大概不是太大的问题。接着呢就进入到政治学的这个观点啊，怎么样从呃权力的取得哈跟这个扩大行使哈终结哈这个政治的过程。当然我们都知道。 两岸政府的属性不太一样啊。台湾基本上是一个民主化的政府，所以政府在对外谈判的时候呢，会受到国会的监督啊，或者是舆论的监督，或者包括媒体的监督，所谓第四权的监督。可是在中国大陆呢，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呃共产集权专制的一个政治的形态。 所以他在跟国外啊，甚至包含跟台湾的接触谈判当中，就受到比较少的权力的干扰。好，那以上呢是我们这个呃讲次的内容。谢谢各位同学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